猪脚肉。我今天来拍新款的照片，那个病毒的关系，所以都不太出门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咖啡厅拍照，然后只能来公司的摄影棚这里拍照。好冷哦，这红色漂亮色，绿色，来拍紫色，紫色也蛮漂亮，很春天的感觉。呀，今天要减肥，好胖啊！第一次在酷胖上面订买菜，然后超快，我今天。晚上8点多的时候订的，然后凌晨5点就送到家门口了。来看一下我买了什么东西。馒头醋，还有猪脚肉。有2公斤的鸡胸肉，好赞哦！超喜欢酷胖，非常满意。然后里面都还有保冰袋。把它回收，我觉得它蛮方便。它把它抽真空，然后装到这个箱子里面，然后下面还有附那个轮子，就比较好搬。哎呀，看到我。今天刚回到家，然后我就收到这么多包裹，因为最近那个 corona 病毒就是还蛮严重的，然后现在韩国已经累积了600多个病例，到今天为止已经600多个，所以很严重，然后我们也不敢出门，所以我在网络上订了很多就是粮食，
然后现在来拆一下包裹。炸酱面哦。然后我想说，因为我其实自从开始运动之后，我真的很少在吃泡面，就是几乎不太吃。但是现在遇到这个，因为疫情蛮严重的，就还是先囤粮一下，因为我真的不敢出门。大概吃的 Granola 超好吃，然后它里面有就是很多莓果类跟优格，然后很好吃。炸酱面就是Spaghetti，这也蛮好吃的。然后还有鲔鱼罐头，鲔鱼罐头也是因为蛋白质很高，然后也蛮便宜的，我就买来放。然后还有一箱的辛拉面，一包一箱20个，可以吃够久吧。然后希望这次病毒赶快过去。这边全部都是我那时候买的口罩。今天早餐是奶昔，然后加一杯杏。